小瓶盖嘛，是因为是当年海豚湾恋人演张韶涵小时候那个小瓶盖。二十年喽，他长大喽。一起来欢迎吴玉莉。现在连小孩子都觉得你是一个恶魔。我没有，我拜托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需要小孩。你不要拉我，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，你走开。你不要碰，你不要碰。下面是什么？不要碰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小孩，拜托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所以你要小孩，你不要我。我可以要小孩，我不要你。阿林，可爱小瓶盖嘛，是因为是当年海豚湾恋人演张韶涵小时候那个小瓶盖，哭成这样，哭成泪人儿。对，他动不动一直在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对对对。然后已经过了二十年喽，他长大喽，他现在长大二十年了，哎呦，可二十年了，好快哦！一起来欢迎吴玉莉。小瓶盖长大了二十年了，对，二十年了啊，一转眼过去。其实还是很像，很像吗？对啊，你那味道还是还是小瓶盖啊。当时大概六七岁的时候，六七岁啊，现在等二十六，二十六了，哦，啊，结果并没有往这个艺能界来啊。嗯，没有哎，现在就是公司的行政。要不要看一下当年那个影片，回忆回味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哇！再随便生气，每次怕别人发现你在害怕，就先生气。哎呦，他现在长好大了。你为什么要把海豚的眼睛拿掉？这样海豚很可怜。对呀，啊，以前的演这戏有被导演骂，有啊，因为这么坏，就你那么小哎，对呀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小，然后因为拍得太晚了，然后就哭不出来，对，然后导演就是有骂，就骂你，对，来来，还有照片呐 ，MV。MV， 你有拍 MV 吗？对，有吗？亲爱的，那不是爱情哦，你也是李小张韶涵的啊，你对哦，这个你就包办张韶涵的一系列了，对了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吗？右边那个女生，哦，稍微长大了一点，这个长大有比较长大一点，会不会有一些酸民之类的？他下面留言都会写啊，就是又没有长，就是也没有多好看。嗯，为什么可以会被爆出来？对，没有很厉害啊。不过小朋友听着，好吧，宪哥就是一个榜样。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怕酸民的。哎呦，因为他更酸，更酸，臭掉。我都超级啊，我的 pH 其实差不多到9哇 ，pH 值好像是越低越酸。他还在想，他还在想，所以你不酸嘛？你很碱嘛？很碱啦，你就很碱啊，你碱民啊 ，pH， 对，碱民，你这个碱民，你这个碱。简明，演绎一下那个悲伤的情绪，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哦 ，fit 汉典给你，好不好？预备 ，action！ 阿林，当初那不是，你给我抓到，咱起码没离婚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带小孩子走。为什么？小孩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凭什么不带我走？带我走？不对，你凭我为什么不能带小孩走？不对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了，怎么可能把小孩子让你带走？我求你不要带他走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你就是那么自私，现在连小孩子都觉得你是一个恶魔。我没有，我拜托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需要小孩。你不要拉我，你不要碰我。你不要碰我，你走开！你不要碰，你不要碰。下面是什么？不要碰我！不行，我一定要小孩，拜托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所以你要小孩，你不要我。我可以要小孩，我不要你。阿林，